可爱。哎呀，加油吃啊！看谁的嘴巴张得大一点啊！哎呀，哇，好好吃啊，好大一口啊！好吃吗？好吃哦。糯米好吃吗？旧的衣服收了。没关系，掉了，妈一会儿捡。不丢地上，宝宝。你丢到那个洞洞里面去了，宝宝。那你好会丢啊。没事，掉了就放到桌子上了，妈一会儿清理啊。宝宝，你看妈怎么吃的，卷卷卷卷卷，然后来看。